这个球打到了三游间，考验游击手，接到之后传一雷 save。哇，速度还是快，速度还是快。但这个球廖俊海处理的也很漂亮啊。是，哇，这也是很不容易能够掌握到。安打。所以我看到徐继旺还是给他拍拍手，因为这个球真的已经尽力了，这已经没话讲。嗯，眼尖要穿越。那我们看到游击手廖俊海很快的移动过去，反手接到，主要是出手又快。出手又快，一个弹跳。嗯，对，打者已经冲过去了。对，马多纳度的跑垒态度也很好，是形成了一个内野的安打。